10月18日，张柏芝中文网官方微博转发网友微博，照片中张柏芝身穿露肩礼服与工作人员合影，将长发高高梳起的她更显干练优雅，而抹胸礼裙则显示出其姣好身材。对此有网友留言称，淡妆更高贵，女神我爱你，柏芝就是这么美。无论在哪都摆脱不了被集邮命运的张柏芝，对于粉丝的合影要求向来都会答应，十分随和。近日在巴黎出席时装周的张柏芝也被不少粉丝遇到，并亲切地与他们合影。还有网友巧遇张柏芝在奢侈品店为儿子买童装，她十分接地气地蹲在地上和其他人交流，网友纷纷赞道，这个性格啊，怎么让人不喜欢呢？张柏芝活得很真实，喜欢她没道理，坚强的妈妈最美。10月18日，张柏芝中文网官方微博转发网友微博，照片中张柏芝身穿露肩礼服与工作人员合影，将长发高高梳起的她更显干练优雅，而抹胸礼裙则显示出其姣好身材。对此有网友留言称，淡妆更高贵，女神我爱你，柏芝就是这么美。无论在哪都摆脱不了被集邮命运的张柏芝，对于粉丝的合影要求向来都会答应，十分随和。近日在巴黎出席时装周的张柏芝也被不少粉丝遇到，并亲切地与他们合影。还有网友巧遇张柏芝在奢侈品店为儿子买童装，她十分接地气地蹲在地上和其他人交流，网友纷纷赞道，这个性格啊，怎么让人不喜欢呢？张柏芝活得很真实，喜欢她没道理，坚强的妈妈最美。